妈，这卡里的5万块钱哪去了？家伟在外面挣钱那么辛苦，你一点都不知道体谅。妈，这钱我打给我妈了。她不是你养母吗？你攒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妈，她虽然是我养母，但是也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了呀。她现在生病了才急用钱呢。哼，我就知道，你快回娘家吧。妈，我嫁过来10年了，就因为我给我妈转了几万块钱，你就赶我走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！而且这钱我弟说了一定会还回来的。哼，就你弟弟那种情况，他拿什么还呢？琳琳，这衣服不要了吧？这几件怎么洗都有味儿。哼，怎么了？我给我妈转了5万块钱。哎呀，老婆，岳母生病这事儿，你该早跟妈跟我商量的嘛。我弟说了，这个钱等我妈好了，他会还的。还什么还呢？来，这卡里有些钱，你先拿着，不够了妈再给你转。你弟弟呀，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自己家人还什么还呢？妈，这些补品呢，你给亲家母带过去。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妈刚才生气呀，不是因为你转了5万，是因为亲家母病了，你本来应该第一时间赶回去的。谢谢妈，是我顾虑太多了，我今天晚上就回去。这些衣服呀都还能穿，扔了干什么呀？妈，这衣服上的味道太难闻了。哎呀，我一闻就知道你们那洗衣机没有清洁吧，怪不得小宝说身上痒呢。这洗衣机还需要清洁啊？这个洗衣机清洁剂你拿去用吧，家里啊一定要养成每个月都定时给洗衣机清洁的习惯，要不然呢，这衣服呀越洗越脏不说，穿在身上还发痒起红点儿。这种清洁剂专门添加了除菌剂，而且它是液体的，能够深入夹层清洗，洗完胶圈夹层明亮如新，杀菌率高达 99.9%， 还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，就算肉眼看不到的地方也能清洁干净。每个月呀像这样清洁一次，洗衣机用着干净又放心，安全环保，洗出来的衣服呀闻出来还有淡淡的香味儿。这个这么好用，妈你在哪买的呀？点头像进直播间买就行了，还有限时福利。